吧，看有合适的头发的。嗯，投啊，王菲的女儿的黄，女儿的黄。哦，我都不知道呢，我到时候看。嗯，有见过她的图画吗？有，当然有。对，觉得怎么样？漂亮吗？很有天分，他是很有艺术细胞的一个小朋友，这样的，非常有。我跟他相处也蛮长一段时间的，对对对，非常有天分。嗯，将来应该是个艺术家，我觉得。嗯。那你的小朋友啊，有没有遗传到你的演技还是什么？我小朋友也蛮会表演的。哦。对。张导会不会给他入这个娱乐圈拍戏？我是 open 的，我随便。嗯。那近期你有没有带你的小朋友来上海？哦，他有在香港，但没让他来这里了。对。嗯。有没有见过啊，李英啊，两个小朋友？哎，有，他们常在一起玩。对。嗯。那你有没有听过彤彤唱歌？哇，唱得太好了，真的唱得非常好。他们一家人都很有艺术细胞。嗯。通过他们，我知道遗传是有作用的。